新宝瑞高新品，现在很多新锐设计师都被他们收了。这么快？林伟凯这是在死定了我爱达达。他本身是名校出身，只要他振臂一呼，无论是海归还是新锐，首选一定是他。怎么了？林海市优秀的设计师，几乎都被宁伟凯挖到新宝瑞了。不可能所有的设计师都已经被他招募完了，一定还能想到别的办法。 这次新宝瑞组了两组设计师团队，这些人多数是林海市各大设计师比赛中的佼佼者。目前我还没有查到新宝瑞对他们的规划是什么，不过他们的薪资真的好高啊，是同行的三倍呢。我还能多问您几个问题吗？你今天尽管问。宁总在从事设计师的时候，曾经从温达跳槽入职新宝瑞。 您还带走了当时温达最顶尖的设计师团队。当初我从温达带走整个设计师团队，其实是温达前总裁厉志谦的意思。是这样吗？这些年您一直和温达斗来斗去，直到厉志谦遇难，我可否这样认为啊？厉志谦的死和这件事很有关系，而你就是促成他死亡的间接凶手。